也有这么蠢？无业游民三十块抖内，没讲任何话，什么意思？感谢 JAMESJ 100块抖内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什么？什么？你们抖内都感觉怪怪的，你们到底想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欲言又止啊？感谢马赏的35块抖内，好吧，那阿贝你要当我男朋友吗？我帮怡婷问的，我是属于大家的。感谢哲豪的520两元加油。哎、欸，哲豪，你这个抖内你怎么感觉是你想要跟两元在一起啊？你爱心打太多了哦，有点那个粉红泡泡的感觉。很会说话，对啊，平常吧，讲认真的，平常也没空啊，要玩游戏啊。啊，不会想要跟我在一起的啦，平常都在打游戏，没空出门。感谢无业游民的30块钱，讯息被吃掉了，居然有收啊 ！UID 直接流是不是？哎呦，要跟他交朋友的 UID 了解一下，31933779090哦，打过去直接加好友。感谢哲豪的30块钱，阿贝你在 Hello 吗？没有，我是太了解哲豪了，好吗？哲豪刚才心里就是你讲嘛，哲豪你讲嘛，你刚才心里有没有那么一点点触动？有没有？感谢怡婷的30块钱，1800人被拒绝了，不要伤心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水这么多啊？你是无业游民的30块钱内，好啦，先不要我怕，会怕就不要在这边真有啊，要真有就不要怕、啊。你知道我们这边配对几率很高的、欸，你们火猪，哎呀哎呀，火猪没笑到。渣男都讲这种话，不是？怎么这就渣？知难而退，知难而上。我两个礼拜后英检完两天，学校近视在考断考，哇，辛苦了！祝你这个考试顺利，一切顺心。这个啊，是七康，对啦，他死了。下关我可以挤掉技能吗？哎、欸，怎么没音乐？搞毛啊！哎、欸，我六可以变身的吗？44颗，没事。等一下再变身。哎、欸，只要的三十块钱内，458596383陈真一起退坑的朋友。白痴，你要退坑真什么好友啦？有病啊！他无视控制。那是有点尴尬，哎、欸，没火珠哎、欸，我有火珠还可以干他啊，不，我是说打他，那没火珠是不是就挺尴尬的？人家暴龙的港币10块钱呢，可以用三杖打吗？看你最近我很嗨，我考虑一下。那其实先可以打他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可以变身了吗？可以，有4个技能，随啦，把他打下去，好哎、欸。艾斯卡洛的没什么问题。请问红嗓，我有一个朋友经营 YT 游戏频道，订阅数32.6万，很常深夜开直播，幽默又常开黄标，可以跟他，可以帮我跟他真女友吗？条啊，你讲的是不是我啊？哦，做球抓到，无视燃烧。我是新手，去抽时空之门，抽到剩七抽，我应该抽完吗？你是新手，不要啊！我是你，我连那个词都不会碰，我还抽完。这一分钟前刚从业务毕业，现在专职台中
一江桥下乞丐，太快了吧？你怎么变化这么快？怎么了？拷贝，你有32.6万，只好办。你以为我是多少？不对，干没按住。我搞个按住出来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就快要有按住了。有没有？有吧，然后再开这个，好细啦。全消案就长这样，所以他应该死了。3.26万，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合作有机会复刻吗？根据官方的说法是有机会啊，他们正在调查，所以都有机会可以复刻的。我可以变身了，变身。小魔女哆瑞咪，开玩笑。艾斯卡诺，我不是有开特效吗？他有那个长吗？他怎么没有长？他只有一根很粗的火棍打下去的感觉。我要开特效，我要看到那个血流成河。我听，会不会一堆人选天元？应该一堆人选天元吧？我闭着眼睛想都知道。你有看小魔女朵蕾咪？有啊，经典之作一定要看的、啊。我都看他们开车，小魔女朵蕾咪都在飙车啊 ，Deja Vu， 嘚嘚嘚，飙起来！他们平常都在飙车啊，你知道？没有吗？不知道，我看错了吗？魔幻舞台就是一个飙车的赛车场地啊。他们喊魔幻舞台，就是他们准备要飙车了。阿红，今天我生日，能祝福我吗？暖男，暖男，生日快乐！对啊，骑扫把，然后飙来飙去啊，他们喷很快、欸，快要超越光速了，喷来喷去，去去去去。Deja Vu， 很帅的、啊。